你当选妈妈村长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他们呢会变成蝴蝶，就是毛毛虫的蛹。这个瓜小仙呢，我有问题。我想发问，请问什么你可以带回家？因为要放假四天，按木狗的话，老师看到蝴蝶树了怎么办？啊，小朋友就没有看到他脱皮啊。所以我们老师就带深绿色蛹回家了，给我们带。然后呢？一些老师说，我们来投票决定由各个爸爸妈妈说要怎么照顾毛毛虫的人，问得很仔细，做可以有。然后我有举手，然后呢，有五个人举手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投我，有13个人投我，然后呢，三姐妹也有投我。请问你说了什么以后，大家才投给你的？是，你的大家都喜欢我。你的那个证件是什么？因为我就说我会摘花给他吃。那请问毛毛虫会吃花吗？是它长大变成蝴蝶。哦，变成蝴蝶，你会去摘花给它吃，是不是？对。看起来也不确定哪时候会出来，不过它比较黑，没错。天都4点多起床，结果昨天闹钟响了，忘记出来，他今天就给我跑出来，所以没有看到他出来的画面。恭喜，小妹妹，妈妈昨天晚上忘记起来了。恭喜大蝴蝶，所以没有录到他出来的画面了。恭喜。爸爸，恭喜是大蜂蝶。恭喜！结果爸爸昨天没有起床录啊。是大蜂蝶。昨天闹钟响了，爸爸又按掉而已。是大蜂蝶，妈妈。原本草间说蝴蝶从哪里出来的，什么都没录到，这叫做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鹬蚌相争。鹬蚌相争，对。渔翁得利哈，这样好像用错了哦。没有人在争啊，也没有人得利啊。爸爸拍了5、6天了，结果第7天没有拍，他就跑出来。这是蝴蝶欲擒故纵吗？也不对，叫做乐极生悲，好像可以哦。不行啦。你想怎么？要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好像也不好，也不对。哎，妹妹来跳一段舞吧，来。好，看你的后面。嗯。这竟然没录到啊，小胡。爸爸。称呼的。爸爸已经6天都4点多起床，昨天4点半闹钟响后忘记出来录了。小虎，我想到了，这叫做天意弄人。爸爸每天都4点半起床，结果昨天起闹钟响后忘记起来，就蝴蝶就跑出来了。然后蝴蝶是从另外的蛹跑出来的，所以蝴蝶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
你可以说露露喜欢我的毛毛虫吗？不是，露露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呢记得按个赞，然后呢还要分享留言哦，然后呢还要按下小铃铛，然后呢还要分享留言，然后下次见，拜拜。说了是分享留言啦，爸爸你抱我抱的话就要乖哦，才能抱。